这十年来，我跟着金钟奖一起长大，但后来我发现，长大最难的事情就是学会告别。今晚想要特别怀念一位我们尊敬的伙伴。金钟奖颁奖典礼从第51届到第58届，这8年来，他不曾缺席。他总是待在转播车上进行他的导播工作，即便不在转播车上，他也在入围者席等待领奖。而这样优秀的他，今晚却缺席了。他是我还有很多现场的朋友合作多年的资深导播吴美君导播。美君导播，虽然你今天晚上不在了，但是今晚还有很多你熟悉的工作伙伴，他们还在自己的岗位上很努力很认真，他们都没有偷懒哦，你有看到吗？感谢这些幕后目前耀眼的星星们，你们燃烧自己，照亮整个艺能界，而你们努力工作的身影将长存在我们心中。